I went to visit Aitguli, the second inheritor of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and boundary in Yingjisha County, who is also one of the few Uyghur inheritors of handmade and boundary. Oh, 那现在的年轻人, 您觉得就有人愿意去学刺绣? 아들마, 의대 어디다 끌다갈래 직마 아줌마. 방도 직대 아들 좀 가서 끌다갈래. 엄마한테 나네. 嗯，嗯，妈妈给他买几多年做？他说以前好多女人在家里做的，好多女人做。哦，好多人做。现在没人做了。现在没人什么。因为这个卖不出去。哦，现在真卖不出去。At Aitguli was very skilled, but it took her 3 months to unbound such a large piece of work. I was very honored that she gave me instructions on embroidery skills. 您教教我吗？你再看一下啊，你现在一做一遍，然后你看的话，你就知道。在他眼里，刺绣作品是情感和艺术的寄语。老人家觉得机绣出来的绣品全都一样，看着华丽漂亮，但是没有生机和感情。其实这正是非遗文化的缩影，机器正在取代人的匠心。 这衣服能卖多少啊？包多两千多块的，团米给我去做阿妈呢。现在做已经做了一个月了嘛，开2个月把这个完成以后，拿个架子放一下，就1500块钱。哦，1500块钱一个。现在这个要价格高的话，人家都不要。哦。就如果能卖1500块钱，这就是个好价格。大家都不容易啊。 就咱们有那个想让，就是教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吗？现在不提什么阿妈的，他挺美的不呢。现在第一个嘛，年轻人这个不上学了，因为这个收入不是那么高。嗯。第二嘛，现在年轻人嘛，在别的地方工作，没有这种时间。现在年轻人嘛，在家里面做饭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要跟老公一起出去外面挣钱。 生活节奏变快，有些东西就慢慢的就淡了。对，像我就比较喜欢画那种像素画，就每个像素块就是颜色，就跟这个刺绣是一样的。然后我想通过我的努力，然后和我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传承下去，然后让更多人知道。哦，您看一下我这个。 마블라 만다르가 컴퓨터다 만다르 레심스디 겐죠 컴퓨터다 무시나도 말까 산을 산까지 만다르 양아스로 끌다마스마这张坟的是咱们新疆的秋天，然后新疆秋天是十分美丽的，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看。这应该是天生看，风吹草低见牛羊。Hand embroidery has been gradually replaced by machine embroidery. And inheritance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but we are still on our way.